是 Dear， 我是 David， 我是小安，我们在《酷杂志》七月号。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拍酷儿杂志，因为我其实以前都不会有就是这种比较嘻哈运动的风格，今天算是第一次这样穿，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，像是我以前也不会戴这种金项链啊，还有绑着可爱的头发，今天算是第一次尝试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开心。好今天就是很开心可以来拍酷儿杂志，然后今天我们拍了两套衣服，然后第一套就是比较像我们自己平常的风格，就比较邻家女孩的感觉，那第二套就是像这套就是比较运动，然后虽然就是我平常就是很喜欢运动，但是因为我是慢跑，所以穿比较多都是跑步的衣服，就比较少，好像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球衣，所以觉得还蛮特别的。